咁啊，大家好，咁啊，终于嚟到呢一个 booth C32，咁啊 ，Next Level Toys， 咁啊，我自己嘅品牌嚟嘅，咁呢个，咁啊，简单介绍下啦，咁诶，咁啊，大家睇到啦吓，有个咁嘅 black job 啦吓，咁跟住就有今次一个新出嘅产品啦，咁呢个我自己设计嘅，咁就 The Beatles 叫做 Papa。咁就呢個係一個小丑咁嘅樣嘅版本啦。有冇咩特別建議一個 level 嘅 E 字調咗個收三字落去抖三嘅設計師啫？其實唔關事嘅，咁啊，砌靚仔，係啊，砌靚仔啲啫，咁樣就，因為咁砌翻個皇冠啊，做翻個 balance 少少啦，嚇。皇冠喎，係啊，啲遠景喎。咁啊，唔係咁，我不嬲中意啫，有啲就。係中意大皇冠，有機會咧想戴下。咁啊，呢啲就我之前出的啦，呢、這個就之前的版本啦，呢、這個今次的版本啦。唔係第一次啦，係啊。咁啊，跟住都 OK 嘅，都 OK 嘅，啊合格嘅。咁啊，多謝各位朋友支持。咁呢個係我另外一位設計師啦，啊飢餓怪獸 Stomach Monster 卡魯。咁呢個就一個閃品花嘅。北京。有喺嗰度，陣間可以。就係嗰度。呢個唔係，呢個係廖尖香港嘅。廖尖。係啦，咁呢個都係我自己設計啦。咁呢個之前揾一啲塗裝師去塗裝嘅啫。咁呢個亦都係一啲參考翻一啲比較名人啦嚇，咁啊做翻一啲一個對打一個摔角手嘅效果啊，咁啊。有都幾多有啲配件玩下咁樣嘅，係啊，咁啊同大家介紹一下啦，咁啊，首先就介紹一下啦，呢、這個就係一個台灣嘅設計師啦，叫 Odin 啦。你可以介紹一下自己嘛？大家好，我是來自台灣，我叫做 Odin。然後你有什麼作品呢？我這次到這個北京來的是 Next Level Toys 的老闆。然后帮我做的这个 Cock Monster Tibo， 这个 Tibo 是有什么概念呢？为什么这个我会设计去这个 Tibo 的？Tibo 是我觉得它来自一个跟我们平行的世界，然后它透过它的嘴巴咬开这个世界的裂缝，然后来到我们的世界，跟我们一起探索这个我们存在的这个地方。所以这次是你第一次参加这个展览吗？对，我这是我等于是第一个作品。有什么感觉呢？参加这种玩具的展览？哦，我觉得这边真的作品很多，很精彩。然后我觉得我自己要更加油。自己开心吗？喜欢吗？好玩，好玩，好玩就好了。好，咁谢谢啊。咁另外亦都可以介绍下啦。咁呢个系香港嘅设计师啦，姚燕旺啦。好啊，姚燕。是比较贵的，的确这几天。那你可不可以跟各位介绍一下你自己的作品这样？好啦，但大家介绍一下这只Stomach Monster， 之前都出了几个版本的啦，有花啊，那些还有火山版啊，九年版啊啲啦，今次就最新就是就嚟万圣节就整个万圣节版，咁又可以。系啦，有啲咩玩法呢？我而家 show 俾大家睇下。好，就系个南瓜咧就可以掹出嚟嘅。咁咧只鬼亦都系可以掹出嚟。咁个玩法就系想试下，又可以你自己啦，翻屋企啦，有唔同嘅 combination 啦，亦都可以摆唔同嘅万圣节嘢落去啦。尤其都可以分，系啊，都得噶。其实我原意就是個用途是很大的，就不要局限一個普通玩具或者什麼成就這樣放在那裡，就是你可以放很多不同的東西，你無聊你放一支筆也可以，因為其實辦公室也可以，即是不只是一件玩具，是一個擺設，也都有很多用途，就是想它這樣 multifunctional 的東西來的。咁啊非常好啊，咁啊唔該曬啦，唔該曬兩位，咁啊亦都多謝介紹啊。咁Next Level Toys 啊，係咁上下，咁好啊，拜拜，拜拜。